那你先教，先教我们就跟着一起学，好吗？这个广场舞就是扭秧歌，你会吧？扭秧歌，来来来，扭秧歌还真不是特别的会。来，长沙人民，你秧歌扭起来，走三步嘛，跟着我们姐姐。过了，多美的欲望。就是画个梯形，画个梯形不是十字形吗？四个步而已，好，差不多吧。好的，因为这个广场呢是平时